好，今日翻到嚟啦。咁头先睇完呢、這个，要去呢个大木博士，就叫去呢个愤怒会去调查一下嘅。咁啊，调查一下，诶、欸，都揾翻1000蚊，好好欢迎再来。哇，乜料啊？经呢度行就要1000蚊呢个通行费啊？叫咩啊？伤害了我的歌，乜鬼呢个又？时间唔适合路，诶、欸，使唔使打呢啲？哇，要打呢啲。你而家当星咧，估唔到会喺度埋伏咧，有冇一种被埋伏嘅感觉？哇，飞天先，麻痹粉龙波洞，收你伏啲，龙波洞，龙波洞，黑老家，地震雨，地震雨，好，再嚟多个，任务啊，正执行紧咧，驱除呢个接近愤怒湖嘅人啦，干鸟，干鸟系完全黑住佢哋啊！咩嘅大食法？完全黑住。好，霸王花吊龙啦，再界，再界，再界，吞食兽用地震雨，真啊！好，其实呢度其实打唔打完二周目嘅四天王咧，手都难啲喎。即系说明有冇神速，最惨系冇神速啊嘛。如果有嘅话都可以留一留，如果冇嘅话真系比较杂细啲，比较难搞啊。雨败倒于吾辈之威风凛凛的精灵脚下吧，真系难读呢堆嘢。寒野殿，哎，巨齿飞鸟走，降鸟高滑水，哇，黐线几痛啊！高滑水都，尾巴，哇，雷电兽，催眠，寄生种，光合作用，催眠粉，催眠粉。光合作用，催眠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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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麻痹咗！巨齿飞鱼、地震鱼，冲啊，冲啊！以后应该要开剑网先，再冲啊，冲啊，冲啊，冲啊 ！OK， 我谂可以快回一回先。OK， 打波先，喺度啦，嚟啦！睇下嗰度啊，愤怒湖嘅李月龙啊，做咩啊？冇问题，好正常。睇唔睇到啊？愤怒湖喺呢度，唔知几时开始出现咗好多红色李月龙。原本咧，红色李月龙系非常罕见，但系呢度存在紧啊，多数同埋罕见嘅红色李月龙，而且数量仲增加紧啊。跟住咧，原本咧系极低几率嘅变异啊，但系呢度咧变咗大概率嘅事件，佢哋出现咧绝非偶然啊。观察咗一段时间，即系咧有正常嘅李月龙喺度嘅。成长一段时间都会强制进化成鲤鱼龙啊，红色嘅。我谂呢一个系人为嘅变异啊。最近咧，我利用大口腹啊，检查呢一带嘅声场啊，好明显感受到咧怪异嘅声波。我谂应该系呢一个怪异嘅声波令到鲤鱼王咧朝住变异嘅方向进化。但系咧呢啲怪异嘅声波咧存在住重叠同埋干扰，应该有好几个发射源啊，以致大口腹冇办法跟随嗰啲声源啊。所以你揾咧就系揾呢个发射源，想办法咧熄咗佢嘅。交俾我的任务，嚟好好解决。OK， 喂，应该系水下水嗰啲位啦嘛。13嘅鲤鱼龙，好罕见，捉咗先。你咪同我讲捉唔到话啦，70咧，喺个副下捉唔到啦。我真系唔敢相信，居然捉唔到。捉只鲤鱼龙嚟睇下先啦。OK， 唔错。呢度嘅咁，好有一座红色鲤鱼龙咧，19咧鲤鱼王咁咁渣，人哋13咧已经进咗化咯，你睇下你仲喺度戆居居喺度等进化，呢度点样落去？咁样落去？呢度去边噶？43号道路，麒麟旗，黑色友咧好壮啊！以咗如果我啲精力够强啊，再打死佢哋。咩路嚟呢度？咦？呢条路嚟啊？即系行翻翻去嘅啫，搞翻低啲先。我惊个声太嘈，我只 game 大镬，咁咪冇得翻去咯。哎，又要行多次添，蠢咗，不如 fix 咗我哋呢度咁样行落嚟。好，呢度乜落去？有嘅，好在有得落去呢度，如果唔系又要兜大圈。呢度一个。喺呢度都可以投锤嘅咩？喺水度都可以投锤。好，仲有冇？仲有啊？哇，条路咁复杂嘅。
呢度上去，呢度入去，诶、欸，入面仲有一个，呢座交屋添喎，入面已经停止咗运作，呢间乜屋嚟啊？乜、哦、水啊？得以嚟到呢度啊！我系通过咧冥想获得发现室嘅力量，分享俾你咧。技能十啊，咩啊？觉醒力量、啊，這個、呢个咧。真哥你嚟到啊！你嚟到好开心，我要教 PM 咧种子爆弹，神兽啲啊，冇能力教，要唔要学啊？不过冇足够嘅六碎片，唔会教你六碎片啊！要，唉，今集就有呢个麻烦，学呢啲技咧，全部都要碎片，已经唔系以前嗰啲训练师啊。系啦，以前啲训练师系好渴望，真系好希望噶。而家啲训练师，唉，唔教人嘅，不过就唔系啊。普通正常原版都唔会教人嘢，好似系。如果教人嘢嘅话，一系买咯，买啊，啊唔系、哦，佢会教你喎，真系替身好似系直接教喎，替身系直接教啦。仲有边度啊？好似冇，好似我净系记得好似替身好似系教。搞掂啊，大波士。哦。大有福，你已经感受唔到奇怪的声波，咁之后咧应该唔会被强制进化成红色鲤鱼龙啊！但系进化咗嘅咧，冇得变翻正常啊！就系你哋啦，乜鬼嘢啊？跟住监阻咗火箭兵团实验呢、這个 K 大嘅强制进化实验啊！呢啲就系你哋火箭兵团嘅实验啊！损害精灵嘅正常生长而进行嘅实验，可以得到啲咩啊？你识个屁啊！呢啲梗系为咗我哋火箭兵团崇高嘅目标啦，成为世界上最强嘅组织，世界嘅霸主。我哋需要咧激发精灵嘅所有力量啊，用佢哋嘅力量咧完成我哋崇高嘅目标。哦，呢啲咁嘅实验啊，代表精灵虽然已经冇办法治愈啦，精灵唔系战斗嘅工具啊，精灵唔系战斗工具，而家就系啦。小心大波士，唉，黐线啊！而家就真系战斗嘅工具啦，阿斯。毒气 gas 吓，毒气双子咁啊，用火喷射火焰啦。呢度龙之波仲打啊，呢只哇闪电，我就估到佢有啲阴湿招嘅有。OK， 唔紧要啊。呢度用地震啦，龙之波仲打毒 gas， 哇能量球浮游剑王龙之波仲，哇剑王唔切。鸵鸟啊，空切打呢隻，龙波打呢隻，通平分啊，你都几阴湿喎，打死佢，精神干扰喎、啊，哇走一走先，精神干扰，哇唔走得喎、啊、都，空切打雪妖女，飞天打啊唔系，保护先，系啦，保护先，冷冻光线。哇，打得咁少啊，唔系话过尾啊，应该用过尾先啱，唔好意思。之后用飞天打吸本啦，哎，走唔切啦已经。说文多次谷石兽唔紧要，哎，多次谷石兽用呢只打，头突打吸本小丑，哎，死咗。奇化奇卵奇瞓咗只奇卵奇先，即系呢度用头突打多次 ，OK。寄生种子放落奇卵奇度，哇！识急冻光线，死得啦唔好。哦，咁我掉咗9000蚊落海。唉、哎，啲大博士，精灵唔系战斗嘅工具，但系你唔适当用，即系你精灵应该要激发佢嘅潜力噶嘛？激发佢嘅潜力噶嘛？应该要激发潜力，然之后咧点样咧？帮助呢个世界啊，维护呢个精灵世界。嘅和平，你都要锻炼下你啲精灵啊嘛！你一直咁样大口福喎，够胆咁我点打啊？一嚟系用水技，我谂系咁用奇异花咧，系哦，咁先装呢个幸福蛋专爱围巾，不如唔好装名玉啦，老家，不如装名玉应该系话，唔好意思啊。咁样啦，不如咁样会好啲啊！我觉得试下先，先瞓咗其中一只先，瞓咗只 gas 先，阴谋完 ，ok 唔错，之后再催眠先，梦先，其实都唔使催眠，快到催眠啦，系影子球打佢，
多次谷石兽，多次谷石兽要杀先喎，咁即系话寄生种子打毒气双子火诶、影子球打佢，哇佢快过我，唔系嘛？地震咧，冇办法呢度，我点都要用地震呢度，系唔得，可以走，啱啱醒可以走，干了转呢只地震，剑王先好啲喺度。哇！早知换其他啦，掉钉地震，钢尾打毒气双子地震 ，OK， 雪妖女钢尾，钢尾打雪妖女之后，雪妖女，雪妖女好似浮游，唔记得系咪浮游啦，系冇浮游啊 ，OK。好电话荷叶吧、啊、最憎打荷叶。荷叶佢未必打死我，不过係啦，我諗佢未必打死我。机种机种啊。分类教先。贪瀑布打黑本啦。唉死咗。唔緊要嘅我諗。我諗唔緊要嘅。贪瀑布打麒麟旗，哇！好在啫，好在我只嘢咧有呢一个嘅咩啊？有剑王系啦，哇！黐线，做边有得打咁样？毒豆话子弹拳，哇！又食咗10,000蚊。吹粉打毒嘅是英子球车来，之后吹粉打呢只英子球车来，雪妖女，雪妖女冰技啦，一定系打我只奇异花啦。咁冰技嘅话，转做花，转做呢只啦。呢只英子球车落雪妖女度，弹动光线啦，冇错啦。呢度攀毒打呢只英子球。good， 多次高射手，呢度用地震转做干鸟，哇一下死，有冇搞错啊？地震龙之波动，哇有冇搞错啊？点解佢快噶？有咩可能啊？佢系装咗围巾啊嘛？但应该唔会啊，呢只一定要走啦，真系。转做奇异花，呢度用龙套式打呢只，唉，可惜可惜。说文啦，呢度用吹粉吹咗呢只先，之后呢度用索要偷咗嘢。正咩话？正凡啊，系啊，正凡都 OK 啊。技种打呢只，啊唔系催眠，催眠打呢只，呢度用复古。覆顾唔到，光合作用呢度用头突打呢只，好 ，Hello 加啦，佢做咗啲咩啊？谂下先，佢唔太记得添，是但啦，照放 Hello 加，毒豆啊，喷射火焰先呢度，头突，哎 ，good 啊 ，good 啊 ，good 啊。哎，掂啊掂啊，终于赢到啦！雷电兽湿碎啊，雷电兽影，哎呀呢隻嘢，呢隻鬼系啊嘛，好似咁我转走咯，转呢隻啦，呢度用充电光线啦，翻瀑布。充电光线，冻结之风，得啦，赢咗啦，好，终于赢到啦，得翻4,000蚊。
估唔到呢靚仔咁勁喎，咁樣耐機彈嘅勢必一定會受阻礙嘅。原來咁啊，信號咧中斷咗，原來係發生啲咁嘅事。冇件事啊，機彈，我哋會搞掂佢哋噶。哦，呢個咪好似喺圓珠市輸俾我個渣渣。仲有隔篱嗰个出名嘅大博士，你哋嘅运气真系差到极点啊！我咧最憎人咧阻我实验嘅，几小谋啊！所以你打算点啊？阿爷我嚟咗啦，呢啲人就系火箭兵团嘛，就系幕后黑手啊！呢个红色鲤鱼龙，攞嚟收拾佢哋。愿呢个联盟冠军真身真人顺八阵嘅小谋啊，都系咧嚟嗰啲唔少有意思嘅人物。咁咧对付你要花嘅时间就长啦，今日到此为止啊！你不如下次再嚟啦。冇嘢啊，阿爷爷，好。不过咧，红色嘅鲤鱼龙嘅事件已经告一段落，我要向口袋委员会汇报。多谢你啊，多得你先会水落石出，船漂喎。如果呢个就可以去到关东嘅枯叶市啦。关东仲有唔少道馆等你挑战噶，咁我走啦。嘥我时间喺度，系咪可以捉啊鲤鱼龙？试下先，有冇得捉啊？有，48咧鲤鱼龙，喷射火焰。哇，黐线噶！喷你火焰啊！哇，好痛啊，黐线佬！捉咗你先，赠品球，赠品啊，唔系、哦，我呢只要搵只女仔嘅鲤鱼龙喎、啊，唔紧要啊，捉咗先啦。呢啲捉唔捉得啊？如果佢可以拆男定女咁，我不如拆到女为止咯，都得、啊。哎，女啊，即刻有。头盾应该会死啊！头盾啦，哇！破坏光线，唔使咁磨啊！佢有冇呢一个我都唔知啊！睇下佢有冇咩先，睇下有冇龙帽。诶、欸，有龙帽掂啦，但唔系、啊，佢系女仔，咁真系冇啦，都系要捉只女仔嘅地震鲶鱼、啊，唔紧要啊，照捉佢先啦。我哋男女都捉一只啦，捉佢啊！呢、這个掉啊！疯狂掉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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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唔系啊，掉咁耐都唔得。唉，用必杀技时间球。我想讲时间球真系好屈技，即系一掉咧，好大机会就捉到啦。好，咁我今集嚟呢度先，下集继续去到关东地区冒险。二周目正式开始，系咁先，拜拜。